这也是我成家的第一个住宅，那我希望我的家人呢能够在这边住得健健康康的。刚搬进来的时候，我们在墙面上我们都有自己新漆的油漆，其实我们会担心小朋友就是在这个环境下会不会对他的皮肤造成过敏的现象。室内空气品质的法规要求是要560 ppb 以下，我们的这个数值有高过一般的标准，那当下听到还蛮惊讶的。对，那后来有用这个清净机去运转后，然后老师有说这个数值有很明显的下降，可能10分钟左右，哎，我们大概就看到浓度很明显的下降。哎，那目前的话，大概10分钟大概就可以在降到250上下。那听到这个结果，其实心里蛮开心的，就是表示说我可以很放心的把这个居家的空气交给这台清净机。那我自己很希望说这里可以就是让家人在这边过得就是健健康康的，那小孩子也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快快乐乐的成长长大这样子。没有最健康，只会更健康，快上 LINE 加入好友 Top One Health。